主料：冬瓜150克，猪肝300克，鸡蛋200克。辅料：黑木20克，胡椒、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猪肝切片，用凉水泡1到2个小时。猪肝泡好后，用淀粉拌一下，冬瓜切片与黑木耳一起下锅煮。煮到冬瓜半熟的时候，打入鸡蛋。我比较喜欢吃老扁的鸡蛋，所以鸡蛋下锅比较早。等冬瓜全熟了再下猪肝，放入胡椒去腥。等到汤再一次煮沸，猪肝也就好了。烹饪技巧：猪肝买回来先冰几天，再做菜，这样比较杀菌。切完后要泡一下，去掉血水。猪肝建议多煮一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